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2015利民杯世界新锐战的决赛。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顾子豪四段和韩国的李东勋五段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老师。好，刘老师观众您朋友们，好。大家好。这个顾子豪是个比较新的，对，比较陌生他比吧？较年轻，因为我们之前呢一直为大家讲解这个都是名柯人洁啊，或者的，说都是大腕儿。排名现在都这顾子豪不是说特别一线的，对但是对这对，次成绩不错啊。对，是的，因为新锐战呢，它本身这报名的要求就是在20周岁以以内内啊，20周岁可以报，但是21岁就不行了。顾子豪这次战绩不错，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他。这个顾子豪，我感觉啊，在因为联赛我看到他，对对对，因为他我是代带这表个武汉队的，武汉队，那么他比赛看着比较瘦小啊，这个也是在国家队能看到摆棋，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。那么来，我们给大家就介绍一下他这个棋，因为他赢了这个李东勋五段之后拿了冠军了。是李东勋呢，也是现在风头很劲的韩国的棋手，他98年出生，他们两位都是98年的，所以都年龄比较小，今年才只有17岁，还未满18岁。应该是属于我们后一个梯队，大对家对会对，应该关注的这种，对，值得关注的值得关注的两位棋手。棋手，对，确实，而且李东勋在韩国的 KBS 上是2-0赢了朴廷桓，夺得了他那本人都的第一个头衔。这个我们看看他们现在的实力啊。好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棋，李东勋之黑。是的。行，对，下的星位。然后。小目，小目手脚，普通，对吧？对，然后白棋挂了白一个，棋挂角，这个，然后它是手脚，这也小飞，是特别多的。人一般下面飞呢，就一箭低加，这个成了个惯性。这种布局我也下过，但是他们我也模仿他们下啊。然后他这个棋是靠一个，这个棋为什么顾子豪不是也这么下啊？这个柯洁，我就看见老这么他下。老靠现是在谁赢棋都模仿谁吧？啊？也是这个，然后搬，长他粘上，对，然后往中间一走，这个棋啊，柯洁就这么下的白棋，我就见过柯洁，在联赛当中下过。那这个棋接下去黑棋有没有什么比较着急的要下的地方呢？他就刘老看你师，了，你打入吧，打入呢，他就给你。他盖就住，盖住，你如气两果个就挂算呢，我就这么来给你干，就这样，这就是反正剩下就是一个战斗第一战式斗，似的，这个都有研究，这都研究。柯洁给人家都装的这个，装的刀是吧？这在就这是一个布局的下，所以顾子豪也都这么下，这个都是有原因的啊。这个一般我们这个都是习命，谁赢棋就希望都模仿，对，觉得他的招好啊，就拿来他自己肯定有用。道理，他对，有他研肯定究，是有研究的，对对对，不然他不会那么下。所这个顾子豪这个啪往这儿一走，那黑么棋挂了这个，挂的这个对，然后白棋拐起来了，所以拐我起就在想，他既然是这么着急要拐的话，那是不是黑棋刚那才当然就，这个也不小，这里面也有招，是啊，总这是两个要打想入些这么招法空出肯来。定是有招，这个黑棋挂了这挂一个，个对，小飞，小飞对。飞一个。尖准，这个都普通，我叉，觉得这是走了一个大众化的定式，这个太多了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，特别的说的。这个白棋应该说也行吧，啊，这飞一局飞，面早得很，对，飞，这一带很有意思。黑棋挂了这个小目角之后，白棋一直就脱先了，没有走过，是。至今为止也没下，然后黑棋也没下。这个棋呢，它飞这个啥意思啊？它是你要走这个啊，它有可能避过来吗？一个跳，一个走这个，对，这就是这看就这两凶一回点是它是这怎么个选个，法，凶一点是这个，怎么选？这个是这个棋呢，黑棋居然是都不走了，它直接拆二，这个比较冷静，它防止你直接逼住我，是吧？拆二这个挺好，这个也挺好，这个直接拆二，它看着。单拆，就是这面有打入，那边有拆二，这样是比较稳当。对，这值得一提的就是李东勋在半决赛的时候，他赢的是柯洁，当时大家都很看好他，
哦，半决赛赢柯洁了。对，他半决赛赢的是柯洁啊，所以就觉得这个决赛的时候，辜子豪是不是有点凶多吉少？因为他在韩国排名第十，这么厉害啊，辜子豪在中国的等级分是第26。哦，相当有实力的。没错，是这样。那么连续把这个中韩第一人都斩于马下。那么现在白棋捡起来了。白棋捡对，对。现在那么，捡一个当然那面总是也是大棋啊。对。那个走一个也不小，但是补一个本来补一个也不小，现在你既然不走这个，黑棋就碰进来。他靠进来了。靠进来。对。这边两个是拆三。这是一个常见型。对，他总是要想法动手的嘛。而且之前他已经拆二，做好准备工作了，在那儿。这个棋它是长的，白棋长，这个比较硬，黑棋贴起来，好，还要搬粘，搬了，就粘上，粘上，这里不能乱动哈，这儿。对。黑棋那就盖住它，顶过来。这个下法，黑棋这个定型是不是好呢？有点疑问，刘老师。这个您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让您选的话，您喜欢哪边？这个非让我选哈，非让我选，有可能喜欢白棋啊、哦，白棋比较实惠一点，有可能喜欢白棋、哦、实惠一点，实惠。这个中间围啊，现在这个围啊，我是不喜欢围中央，有点空虚，有点空是吧？不好围，有可能非让我选，我就选白。这个也就是个人喜好问题，哎、对对对，其实也很难讲，也很难讲，对。对，也要看接下来是怎么进行，黑棋能不能利用这几手棋啊，发挥出它的这个子效啊、嗯，在中间有所作为。他现在拆了个二，贯彻那边压过来的。对，那个特别大，双方这个拆二挺大的，此棋彼长，这个都非常大的一个棋，是吧？那个拆二大。对，拆二。那白棋肯定有点不甘心吧？如果说这么挡住的话，挡不肯，挡不肯呢？挡现在是先暂时先不那样。嗯，这个棋应该说这个时候那就抢大场吧。一般像这样的抢大场，白棋也可以不着急，因为对天目，一般是飞一飞吧，飞一飞差不多吧。飞这个，飞一个，比如说这样，飞一下。我说你要不加工就飞，他那个因为拆二太稳当了，你加工也没啥意义，只能看他飞掉，他可能跳一个之类的。跳一个。哎，你大概是普通拆拆了，这个是普通吧？对，这个好像是全盘剩下的最大的一个大场了，现在别的地方没有。这项目还有拆二大场，然后都大的差站的差不多，再往上飞一飞，或者再走点别的，以后再吊一吊，点一点什么，这个是普通的想法，这就走慢棋。那个李涛呢拿手，我觉得像白棋走走，这个好像控也不会太差。白棋控也不错。哎呀，反正黑棋有大天幕的负担。可下。是的。这个大概就是这普普通通，就这种格局了。对。可以吧？他。他实战下的很有意思，他点了一个。点这个。对。先考验一下你肯不肯挡，对，他有点着急，这空啊他觉得着急，你看挡完之后以后那有个靠过去，是的，那有点着急了，这个棋啊我觉得就那面还有大的有的是，他围还早着呢，啊他围这个大空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，那么框框都是你的不可能，你筑城墙的话你有代价，所以先把大的抢了，观其形，让他自己去围，其实没啥了不起，这个有点着急了，点进去是吧？着急着急，黑棋跳了一个，跳反击也是可以，也这个也算情理之中吧。这个时候黑棋已经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了，可跳起来反击，对对对对对，关键这个里面你还得小心呢，对，这小心一会儿被人家爬进去啊，对你忙着做活还要，那你这个有可能无疾而终，有可能。对，有可能，所以白棋靠出来了。靠，但是你现在这儿都没走的，这面就折腾这个啊，有损之嫌疑。就这两下都有可能损，把扳了一个。对对对。先把头长出来，那么黑棋呢飞一个。哦，这几招啊，这几招。这觉得是不是黑棋挺满意的？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因为这个子如果说将来你不打算动，就这么死了的话，那黑棋效率太高了。
就等于他跳了一个，然后你这个跟他交换，对，那这个空是不是有点损了？看起来，这个棋应该怎么说呢？这个棋，应该说，如果你挡下来没啥事儿的话，白棋没有，没什么不怕你挡的话，黑棋应该可以。对。但是形状上是不是还有别的更加不知道？有没有什么招是吧？在这儿。这个棋，黑棋或者是当时如果效率高的也可以。考虑压或者还有点想法，但这个也可以，这个应该说也不错啊，也不错。应该说白棋这个点好像稍稍无理，稍稍过了一点，稍过，稍过了一点啊。对，关键还是可以要看后面的棋会下成什么样。如果你这个子就算这么死了的话，那肯定是亏的，这毫无疑问。是。看上面有些什么手段。现在白棋飞了这个大，这个大。我甚至想什么时候能把那个抢了，这个很大，这个被跳一个非常大。您说黑棋刚才赶紧飞起来是吗？很想走那面，但是这个飞，好像也不能省，要不然人家挡下去了。黑棋跳一个，现在白棋压一个，再压一下，他就算了，他把这些都走掉，反正这里面我也不打算干什么了。在这儿，对，现在目前来说，这里面应该说也没什么大东西，他走的比较厚了，这个要紧的，这个太大了，对，这个太大了，他关键能走，他拆一个，他关键是要抢到先手之后赶紧走这个，太大啊，这个一定不能被人家抢去，不然你这里全都是亏损的，对，这个巨大，这样最后不然折腾半天，他虽然抢到这个也是不错。也是不错，这个黑棋，所以说我之前总觉得黑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抢了、啊、一直想，我在想这个事儿，您老在想这个事儿、他但是能走回来呢，抢个先手，走回来呢，就是说白棋的损失是有限，有限，对，那么现在黑棋那就，但现在黑棋控也不差，主要是看这一代，这一代如果说全把它数成黑控的话，还是也不错啊，确实。他现在掉了一个，在这儿，这个也是一个大棋中心的地方，现在也没别的特别的棋哈。对啊，如果说走别的，那怎么走呢？要扩张这边吗？也是不知道应该走什么。就是想走，就是拖了加一个。当时我什么时候一直在想那个什么，这个走，那个时候拖了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个断。现在如果说这个之前走最好是，那个靠一个什么夹什么之类的。现在黑棋拖一个吗？拖一个之类的，黑棋拖。拖一个，是吧？拖这个。对，现在也许他抠吃掉，反正这里面有一个那个什么。如果抠吃掉的话，白棋比如说这样吃掉哈，这样。打吃，对，打吃，那他打一下。对。他接上了，完了这个有个断，管是这个，其实之前就想走那个。是这样。就他点了跳完了之后就想拖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说压完搬完就想拖，因为这个还没走的。对。现在走了。这个飞没有的时候。对。其实就想走那个形状，或者以后直狠一点，就直接尖在那儿。反正这个有这个想法。但是，没走嘛哈。能不能实施？关键是，好。但都拖一个，好像白棋是有点难受。那看起来。那么没有走那个呢？他就现在是黑棋走在这儿，是吧？走这个。哎，白棋，黑棋现在是该黑棋。黑棋现在走这个。对，这个也不小。也不小。对。挺好，他是走这个，挺好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形的尖是对的。长出来，白棋搬一下。他搬的时候再拆一，拆，行，那这样就算把底下的空都围住了吧？这空也是也不少啊。哎，这个形白棋形状不错。应该说这个下的白棋也不差。好，黑棋没得到大便宜点儿。对，黑棋呢在这儿，他的招法跟您的不太一样。他是拐跳了一个。这跳他粘上这个有可能，我也不太明白，这个不太好。他这个走两下是什么意思？走完了之后他想干嘛呢？这个坏棋，这坏棋，我觉得坏棋，而且白棋还有更狠的，是这个棋啊。如果这个棋这个时候直接断打，
直接断打。现在断打是吗？假如白棋这个时候断打，考验一下呢，提掉、啊、你也不舒服，打吃，对，劫财呀、啊。这个时候考验一下，可能效果。哎，这个时候先断打，效率这是一个好的方、嗯、办法哈、哦。所以他这个不在棋筋上。嗯。这个点完再吃，你要么别点，直接吃。我觉得很奇怪，这样的定型手法好像没有见过。哎，这个很奇怪。啊、这个不要点，直接吃呢是一步棋。是的。你这点完再吃，被人家如果这么一打，你这个，你只有劫财的问题，然后没有劫财的话，你就很难过，不知道补在什么地方。嗯。你现在往走哪儿行棋走哪儿呢？你就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啊，我要打这个，正好被白棋提过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这个也不能被抓掉吧？我一吃你被我送眼了，这不是是吧？是啊，这也不太好办。不太好办，嗯，他就劫财的问题了。所以看来，就是，除非他这个续劫财、嗯。对。这个地方的形状，虽然之前白棋是有一步这个。不太好，稍微，但是你黑棋没处理不当啊，嗯，使得这个棋啊不见得，我觉得现在形势就不见得了，现在就不见得好了，很难说了。现在白棋粘上了，对、嗯，他这个定型手法确实不怎么样，看这个棋有点问题、嗯。关键是他没走着什么东西，他走完这两步，你是要挟人家整块棋了，还是要挟人家断点了？他肯定是都没干，哎，对他走的什么事儿都没、嗯、没干成，是，嗯。现在他这个棋形不对，然后黑棋是在走这个地方走了啊。他打他先拖了一下。白棋这个尖完扳是好棋。嗯。这个定型白棋下的挺好。啊。比较紧张，比飞好啊。对。那么现在这个黑棋走。打吃接上。上然后他拖了一下。拖一个先手。嗯。是这个没问题，挺好。拖完了之后呢，虎这个他要求你把这个断点给补上，要不然，他是先拖的，先拖再打。对，嗯，他如果说这下不走的话，假如说这个时候黑棋单虎一个的话，那黑白棋他可以补到这儿去，你这冲不断，冲断他正好挡下去了，冲下去了。哦，你说这个？对，哦，这个意思。啊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？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不会那样。哦，不会。他实战是先拖了一下啊，拖不见得就多好。这下能便宜，算便宜到了吗？不是，这个棋本身，嗯，本身那个不便宜，说明这个虎啊，可能还粘上好。粘粘粘上，粘粘就不要去纠结人家，不要去纠结那个。那紧着气是有，那段位紧着气是有目的断点在这儿。哎，嗯，但粘上这个地方还有点味道。嗯，而实战那个，不见得。这个先刺一个是吧？对，刺了一下。刺了一下。接住。接上。然后白棋压了一个。对。他粘上。哎，关键是、嗯、这个时候后面白棋的下的挺好。啊、哦。白棋对。白棋这个地方我们看他怎么定型的。如果普通的想法的话，也就是比如说在这儿虎一个。啊，那就白黑棋便宜了、啊。假如说这样，那黑棋得先手就可以走别的去了。黑棋便宜，黑棋希望走这样、嗯，这样的目多。是，没错。哎，嗯。这个棋呢，就是后面怎么样来定型？在这一带呢，白棋下的比较好，他冲，挡住，嗯，断掉。对，这个是个好棋。嗯，哎，这个先断，这个一下子就紧。你如果吃这个，嗯，他吃，你看啊，他也先。比如说现在打吃。对。他正好走这个。对。提掉。在他后面两个都先手。他可以这样爬一下，嗯、然后再拐。这样，这个打吃也先手，他可以脱先了。那么黑棋这个可以搬在一路。哦，对，这个、搬在一路，这个有点打勺了。也没个，搬一路。哎，搬一路，但是这样也可以脱先了。也可以脱先啊，嗯，对，这也是这个黑棋也不肯。嗯，其实但是也就定型也只能这样了，差不多、嗯，差不多就这样了，也只能如此。但是如果定型定成这样的话，是不是会比实战好一点呢？你觉得？不会，搁和实战是黑棋先手，这是白棋先手了。啊、对，插一手棋那不能，那不能，这黑棋还得那就不别打这儿。如实战那个最好，这个不行。嗯，
这个断一个，实战断一个，断这个，断这个，黑棋接上，这只能如此。他一打吃，对，接上，粘上，他搬一个，搬一个，对。这样一来呢，这个团先手，就确保你这边没棋，他是是这样，对，是。这个棋就是白棋，这个收的连这个角上木收完之后啊，这个白棋还是不错。嗯，对，把你全部收着，这下的不错。就我们要看成这样嘛，嗯，以后就等于说是白棋团，他挡住，然后这个几都是他的先手，这是回头收成这样。对对，反正这一代呢，这个就是全部收住了，你下不来，下了就冲断。是的，是的，嗯，这个是应该是不错的。嗯。那么下成这样呢，就是白棋，下成这样，黑棋看怎么办呢？这有点不甘心啊。这接下来黑棋如果说这被全收住，这脚上的空，这连脚上在带边上不少呢。对。所以这个黑棋的空不见得有利，所以作为黑棋来说，他会想点办法。嗯。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呢？先给大家留点悬念，好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现在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2015利民杯世界新锐战决赛，是由李东勋对阵中国的这个顾子豪。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这一带呢白棋下的挺好的。他把它全部包住，然后因为这个都走着了，先手使得你这个地方下不来了。对，下的挺强的，嗯，是吧？挺好。那么看看黑棋，他是不是有点不甘心啊？这儿被你。官子又收了，地又拿着了，我又下又下不来，他是不是会想点办法？我们看看啊，他怎么走的？他下的是这个飞下来。其实这个棋啊，下不来就算了。我觉得你这个棋就补一个得了。我说啊，嗯，就不要走了。嗯，你就黑棋这个时候啊，就应该这样，老老实实的补一个得了。他搬一个就这样补一个算了。哦，就补这个。就补这个单补。哦，你白棋也得走，对啊，白棋也得走吧，走在这儿，然后这个就放下来，慢慢再走别的。嗯，哎，搁置，然后再走中央或者怎么样封一个，心平气和一点，这样慢慢下，是一个慢慢下的棋，哎，慢慢下，嗯，还路漫漫，对，那么实战我们看看他怎么走的啊，这个棋呢，黑棋是走的这个，黑棋飞下来，飞下来，这个凶了。他怎么也要找点事儿出来，在这个地方，白棋爬一个。嗯，这个如果说，嗯，白棋直接冲断怎么样呢？不，直接冲断，对，假如直接冲断，那么我这个断是先手。对，断肯定得接上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棋我立，立是先手。哎，对，立，他得挡。那么冲，不是把这个打吃，接上，断先手。对，就把它先把这个断开，团断开了。哦，这几个子就孤零零的飘在外面了。对，这个不合适。嗯嗯，对，这样下不好。那么他要求把黑棋断开。哎，现在呢，白棋先爬一个是，是好手。试探一下，试探一下，不是试探，这个你马上你要吃你了。对，我这要藏在那儿吃你。断了，断一个。对，断一个。这是你的先手，嗯、是吧？对。现在断了之后一紧气，这个都死了。嗯。没办法，还得挡住啊。对，如果黑棋现在长呢，他就收气。那完全死了。那死的太大了。对对对。然后你这还没连上，还得赶紧再走一个。不能动，这个地方都不能动，嗯、动了都一紧气就干死。所以他就走这个，这个、对。嗯、白棋呢，再走这个。白棋在这收气。这考验黑棋了。对，这个一紧气就死了。嗯，实际上应该是只能吃掉。吃掉的话，白棋会不会连根给他一起冲断？我想他必须是这个。是啊。底下没有棋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就他很难过，损失很惨重。这个棋呢，气不太够。他要杀气，如果单长就不用提了，人家虎一个。对。这肯定不行。不行啊。他如果要杀气呢，最狠也就是长这个。长一个，好长，他粘上。对，人家先全对连一块儿。对对，他可能是这个吧，这个先。这气不够。这反正是白棋的权利。我看气差多少呢？嗯。你大概是这个团住可能。团住。嗯。那您要先挤掉吗？都可以，我先挤掉也行。好吧。嗯，算挤掉啊。这白棋肯定能挤着的。嗯，行。打吃，对，那就打掉呗。好吧。也不用保留了，再跳一个。这黑棋气不够吧？黑棋气不够。啊。这个气那个不好收气，
不好收气。你挡住的话就点一个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是这样。这个白七块七块，你最狠的就是扑了，其实现在没有了。黑棋现在扑一个，这个气不够。那这刷收气就爬一个就行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啊，我就一个一个往前走嘛。你要不走，我再挤一个；你要团住，我就收呗，我就搬一个。比如说收一个，对，收。你那个气扑了之后，你紧不着气，对，差一气，还是正好差一气。白棋快一气。他拿他还真没招。就把算，那么他就松松的收气，也是差一气，所以这个棋呢，搞得黑棋有点难过。他不肯，这个飞下来的子就这么被你吃掉了。他有点难过，他绝对是。他来了个狠的，他居然来了个狠的，走这个。他走这个了。他拖一个。拖一个。索性跟你转。干脆，但是这个吃完的太大了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大，那双方厚薄问题，目数问题，都。我要是我觉得这个转换是白棋便宜了，对，这里是白棋不亏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这眼见的十八，厚薄有问题，还有厚薄问题。本来你冲断它收气也有，十八目，还有很多利用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你必须要对我这个进行进攻。对，黑棋就小尖了一个。对，不小尖被这个直接冲断有眼了，它是往外走。白棋飞。这个棋呢，就是想那个投资有点大。一般看着那个，那五个子被吃，这个连木带死活太大了。现在这个白棋飞出来，现在白棋走轻。对。走得轻。主要是白棋一旦出头之后，黑棋这整块棋啊。对。现在都是一块孤棋，没有活。搬一个啊。搬。然后白棋挡下来。挡一个。这下的就很挺凶悍的，也行吧，反正挡一个，他只要求活，是，挡了他不肯这个死掉，他觉得这个死不掉，他一会儿还要，比如说二路飞一个，对，顺便做眼，带着收目，是，一边收一边做眼，对，这个棋呢，黑棋是小尖是最狠的，白棋跳，跳的话直接飞活也可以，实际上，直接飞活就行，就不跳，直接飞活也可以，也是可以，对，是吧？现在是黑棋尖了一下，省得你待会小飞让我难受。现在呢，你如果来个狠的啊，我说来个狠的。假如你是这么来，我们说个参考图啊。假如这样，怎么走？哦，还有这招呢。假如这样，那这个棋呢？我想想，我只能打下来吗？打他的，对，打的这样。打下来。对。这个很为难呐、我就死了。死了，所以说不要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时候要先打这个。现在要先打这个。弃子最好。弃子是吧？弃子，这样。赶紧弃了，然后挡下来。对。你不是要走吗？我就拐拐拐，就拐。这个刘老师一定要强调一下。对。如果他敢挡呢，我就急打他，是吧？这脚你是要跟我转换吗？这好像不成其比例吧？对，有点亏损。这个棋你提了这里面是肯定死棋，脚肯定吃了，这个都会吃了。这个我算提一个，怎么打我搬砖都是死棋。这死法太多了。死法太多了，这个就不用说了啊。就搬一个就行了。对，这个死法比较多。我们下次简单一点。这个棋就这样下是黑棋不能下的。对，不能这么下。不能下。是。所以说你要来硬的，当然硬的你是可能赢，但是他这个弃子。这一招你不行，对，他可以弃。这个就其实白棋反而好下，简单了。所以我在想，黑棋这个上面这五路小尖，这一二三六路小尖，他本来是想靠断的，我估计，他没想到人家就跳出去了。这样跳出来，你弃就是弃子。对。他还诱你先来靠断我，这样反而我好下了。对。那黑棋呢？这个时候是长的吧？对他一看那靠断不行，他先尖了一下。他是后退一下啊，这个棋他是先尖的，先尖了一下。尖一个再靠断的就不通了。那就这白吃的了，你没法跟我转换了。对，这个就白棋补一个，然后再长一个。对，这个挺好。下成这样。其实白棋那个跳出来直接飞，其实挺大的，直接应该飞。对。这样被他尖一个，其实白棋形状有点难受。然后白棋小尖了。小尖行，这个也挺好。对。
小尖一个，可以靠。那么对这个棋被这么点一点呢，它是这个还没活呢。对啊，黑棋得考虑自身的安危问题。是啊，你得小心，别等会儿别人照这些自己的眼，发现做不出来了，哎，这麻烦了。嗯，黑棋活是必须的。嗯嗯，现在白棋在这儿交换了几下。哦，踢掉，踢掉，打吃，打吃，然后他打这个，对，所以这两个交换你还亏的。对啊，我也不明白他之前为什么要走这点，还不如不走呢，这跳点。亏的，亏的。嗯。下然后他走了这个，搬一个。搬一个。中间，嗯。这个棋搬一个应该当然是不小，嗯，是吧？搬是一个不小，他还瞄着这个把这个间接补断呢，对，是吧？但是这黑棋这个棋不要走了，这残子不要走了。那黑棋接下来哪里比较大呢？您觉得？比如说这儿走一个，顶一个，还是？那面或者要走，或者中间走，或者这个也不小。飞下来。飞一个很大。哦。嗯，飞也是不小的。这飞下来的话，白棋不是可以，度过吗？比如说，他是怎么走？先拖底下，先走。先拖底下。先拖底下。对，他是这样。啊，搬一个，然后加一个。对对，就是这样，能够走这样。也就这样。也可以。嗯。这个棋呢，白棋比较。但是您接下来就可以单搬一个。是搬，但这就啊，他就这里收是这样定型。就是黑棋就是这样定型。啊，这个局部是这样。因为你不能冲了这一冲就完了，对，白棋就完了，是吧？嗯，那你只能是什么？你只能是这样。嗯。那你要粘一个干啥？你就。亏了嘛？对，他就先手。这个棋最狠的是白棋啊，不要去搬。啊。最狠的是什么？白棋别搬。白棋是立一个。哦，立这个。这是最狠。啊。飞一个就拖，这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搬了就加。我把这个先手补掉了，是吗？这是最狠的，这白棋把这个空啊，这搬粘其实这个也挺大，是吧？啊。这搬进去。对，这个挺好，这个补棋法挺好。白棋最狠是这个，嗯，而这个威胁你这个角，对，其实最实惠最好，嗯，但是你要搬的时候，黑棋要飞了，嗯，现在这个搬粘完了，这再飞，黑棋能从这儿，哦，这也不行，被您断了，对，对，可以单断，搬就断，单断，单断，单断，这个地方局部是没事了，嗯，那么这个棋猴一个其实特别大。特别单弯一个，而且他不硬的，如果他胆敢不硬，我就赶紧跳进去。对，他不是这个，我还直接我就搬进去了。是的，跳进去非常大。是的，那么他是搬的啊，他没下，他搬的，搬这个，嗯，那黑棋还跟着走，这个棋赶快的飞了。这个双方要点，飞回来之后把线索搬掉，那最好。太大了，太大。那么现在他是他跳了一个，跳不好。不，我觉得他跳，他不也应该跳在这儿吗？这个三个子啊，你看作当没有。你太心疼。哎，你刚才你跳这个跳这个都行。哎，就往这中间比这个强。对呀。就往这随便跳这个跳这个或者扔一个，都比这个强。这三个子再提个给他，你就高兴了。他要再提你，脱先就脱先了。嗯。这个要他干嘛呀？对。这三个子都是残子。嗯。哎，中间跳一跳二或者飞都好。对，唯独他这个还练这个，把这三个字走掉，奇怪，这个不好。每一幕都要牢牢的守住，绝不轻易让别人。然后走这个呢，他继续。那当然是你这两个交换刚好是白棋便宜了。是的，他你走完这个，实际上这个时候白棋赶快就猴了最好。嗯，就应该猴掉。对，这个时候猴掉，这交换也便宜了，他猴掉搬一个挺好。这搬粘很大，确实。当然，这个也不差，因为这个两个交换我已经便宜了。一般的惯性是总是要跟着走的，是惯性责任跟着走，他长你粘上他那一拖什么东西的，然后再走这个，那他比较舒服。但关键是他跟着走吧，他很不舒服。这白棋中间的。白棋希望这样，但是你首先你这个是不对的。他已经跳的不是地方。不是地方，不要这个棋就应该赶快飞。对，飞太大了，太大确实。那么现在这个没有走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飞了。他现在飞下来了，他主要不知道该怎么硬了，然后他就飞了。那硬起来麻烦了。嗯。那这两个，这俩都，可能这个最不对。嗯。这个呢也，在转身也不错。嗯。但是即使这黑棋错在先了，但是现在飞也不错啊，嗯，很大。这飞了之后呢，白棋呢？他不是往里跳的，他是直接就在上面动手了。这个白棋啊，就是说应该走这个。他现在应该拖了，不是白棋应该拖，白棋啊，
飞的时候就一定要跟着走，不要脱先。这脱先被吃了是不是太大了？对，它应该走这个。你大概是？它只能里班呢。里班啊，要不然被夹。然后呢，它是夹一个。这啊。跟着走，不要撒手。它不走，因为它随时脱先，白棋都可以弯。啊、对对、啊。你现在最狠的是这个，最狠的，然后再脱先。再脱先就好多了。你如果吃的话，只那人了不起吃到这儿，或者是吃到这儿。对，你这两个反正你不，你已经都不好选了。你再吃就没什么味道了。对。所以说应该白棋赶快走了之后再去走那个。嗯，他呢是不，他是，你飞完之后啊，他直接脱先，直接脱先不好。他挡下去了。他挡的，嗯，直接脱先。我们往后看，直接脱先，黑棋一手走到这儿，和刚才那个吃起来就大多了。对，你交换一会儿，你吃起来和这个小很多很多，差好多目呢，差好多目了，是吧？这个挡一个是因为有了这个。棋挡一个真的是很严厉的，嗯，也有点严厉。黑棋贴起来，贴一个，对。然后白棋这地方这个地方实战手段了，很复杂。哦哦。你这个棋最狠的也就是他实战这个。是的。尖一个，你脱的话被他扳了。对。这尖一个就是尖的，尖一个不错啊。嗯。尖一个挡一个，这个棋呢，这个形状很有意思。这个棋啊，如果这个棋很复杂啊，如果我是搬顺手搬，现在搬，现在如果搬，哦，黑棋顶一个，白棋啊，最后差一气，是吗？你这个走这个，走这个，我给摆个图啊，哦，你只有力，哦，他，还要这么杀他，这样对吧？哎，这个是你的先手对吧？对，这样是先手，你的顶住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，白棋把这个侯这个断掉。对，然后杀气就这个，这是杀气吧？团住，这还真是气不够，差一气，黑棋快一气。哦。这样是黑棋整个正好是多一气。他挖的时候呢，黑棋可以扳底下手气。挖哪个？就是如果白棋现在挖吃，不，这个我们看啊，那就是这样是白棋不行的。对，就是说现在挖吃的话，他就搬那个。对，你不管走哪个，这里面总是差一棋。反正已经你挖你不怎么算，你不管是你打，粘上，他睡觉是一般直接受气就行。你直接走他这一长，那就更不够啊，怎么都不够，怎么都不够，这个就是差一棋，就差一棋啊。那么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中间的实战啊，嗯，这是他已经。算好了，这个棋呢，我单扳背着一顶啊，正好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想出来了实战，想出的实战，哎，这个需要大量的计算，这个，白棋单挖一个，如果挖，嗯，你吃在这里，我就可以扳了，你如果再顶，如此，那已经差一口气出来了，这一粘就黑棋快，黑棋完了。这跟刚才弯了接上，这明显是差出去。刚才就是挖不着，对，你只能长了粘上，这个是就白棋快一气。对，这看来还是很需要计算的。这样呢，这面是先手，嗯，这就白棋快了。对，所以那个挖是很要紧的，很重要的。这个挖的悬念就在这儿，要先挖，这是挖，你没法硬了。你若一吃，被他一扳。气 不可抵挡，气不够，不好办了，办。所以刚才这步棋，这痛悔的，为什么要下到这儿？这儿多一个，这儿多一个，下这儿救兵可是差很多啊。对，中间这很多变化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不在于要点。那么现在这一挖，使得黑棋不能那边打，这边打也不行。对，这边打那一那更不用说了。黑棋现在立下去了，只有立下来，这就是实战。这就是他们的这个。白棋长回来。这个就挡下去显然成功了，这是有必然性的，这就白棋他也算成功，是，这个手段成功了，那差距有点大。是啊，这个棋那怎么办？他是对，赶紧抢到这个，哇，这个挺大，这个有点巨，这个大就吃了，因为刚才你没拖两下啊，和刚才的吃相差不少，嗯，刚才你要吃了被再敲一下粘上，这儿多出两个白子，嗯，而现在呢多出多少目这个。所以说白棋应该先交换掉。对，刚才如果说吃三个子的话，也就吃到这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加上这儿，这儿还没吃到。对。现在吃的
吃到这儿的话，一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已经十六亩了。对，这个棋差不多，差距有点大。这个然后白棋是在这个地方尖三三的，这个棋也应该走这个，团一个是吧？团一个，这个比尖三三大。嗯。尖三三不如这个大。嗯。那个，因为跟棋，这个白棋在这儿走一个，跟木有关系，跟后也有关系。嗯。这个地方就腿硬了，有扳断的问题。嗯。所以时间那个，他又走了一个这个。被这儿虎一个，虎了一下，是吧？然后黑棋挤过了，挤过了，在这儿，嗯，那个大，这挤过你这个中间呢，它是有那个什么的，嗯，有紧着气的问题，对，嗯，下成这样，下成这样，而且把这个冲了，冲，这是他的先手，再都是他先手，这都是先手收掉了，收掉，是，这是没问题的，然后中间压过，压一个，对，压一个大。这个棋呢是也是一个那个什么，嗯，从这个时候这个胜负还没有完全没有定，没有定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上面这手段成立了，是不是？白棋已经还不错了。但是他被他这儿多出，对，小姐，本来这儿本来白棋可以多出来，这个地方白棋黑棋就大便宜啊。本来黑你看白棋要活跟现在是无法相比，那现在是扳是必然的，扳一个。把这断掉了，对，打吃是，这个都长挺好，是，嗯，这个走长了这个之后，他是怎么拖一个？他拖了一个吧，在这儿。这儿叫吃掉，嗯，打吃接上，对，然后白棋顶住，顶一个，白棋得赶紧做活了，这没活，这个有点难过，嗯，有点难过，这个说实话，你这儿走了半天，自己去做了个眼出来，有点难过了，这，哎，然后这白棋一看这。都安全了，就不用担心了。我先靠掉一下，靠掉，待会儿可以贴住你，然后把这个顶断。这个有点狠，这有点大，这有点狠。对，这个中间的这个不是这个有点狠。这个下法，说实话，这个棋啊，也是读秒。啊，说实话，这白棋呢，当时形势判断他也没有是一定，没有把握，没有把握，是有点狠。这个如果成功当然行，但实际上不见得。现在啊，白黑棋这一段呢、啊，它的头绪也很多，嗯，这个很乱，你自身也没活，而且这儿有长等等，这个也有很多利用，嗯，这个棋断一个，你要怎么抵挡呢？它实战是跳，它实战跳一个，嗯，对，跳着一个，然后它长了一个，长一个，挡住，对，这么硬着来，然后这个棋是关键，它连回去了，不，这个时候是关键。这个时候您觉得黑棋应该怎么下？这是关键，这个时候是关键。其实这个胜负在这个一局。哦。这个时候呢，头绪太多了，中间有一些东西是吧？嗯、有压有什么东西啊？然后这个时候啊，黑棋最狠的是在这个地方尖一个。哦，先刺到一下。啊、对对对。嗯、这个地方这个长也先手嘛，你大概是补一个，这又打吃。如果你补这个，嗯、那好。这是吃通了是吗？这个就白棋死进去了。白棋这三个子只有三口气，一口气也长不出来。完了，这样完了。啊、哦，这不行。这个怎么都不行是吧？这是没办法的啊。嗯、那么你这个棋当尖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，对，你大概是补一个，可能再补。补这边，那这边怎么办？这是等于是这样，我很担心。等于你还是中间的补一个啊、哦，我就补一个吧。这个时候黑棋啊，比较狠的是什么？是要单尖，不要叫吃。哦。单尖最狠。是这样。嗯。单尖的话，白棋这个团是先手吗？就算他团不着了。团一个吧。他团一个。团这个，他就冲这个。哦，那后来这个粘他就不打这个了，没用了。哎、你这个棋呢，中间马上又有出问题了，中间不能说不搏，中间有棋的，嗯，中间有棋，而且这块棋呢，你也是杀不掉的。中间只要黑棋冲两下，然后拐过来就行了。哎呦，这个地方棋太多了。还是您要尝一个？看你现在问题是你现在做活吧，还是？这白棋这块棋没活。白棋没有活，一个白棋没有活，中间也要欠着手呢。嗯。哎，这个棋可是如果这么下的话。哦，危险，有点悬了，危险。实际上是白棋要一举被击垮，如果被尖的话要击垮，要会这个，但是读秒当中，对，现在都是读秒当中，这个太复杂了，没有时间。要是有时间充足的话，心情平静的话，这个棋能够算到，那肯定是。
但是是吧？来不及算这个，这个是，棋一分钟的时间的话不够算的最主要时要间，煎这个，关键要煎先这个煎再到一煎下，这个，是吧？让白棋无法那个什么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就是前面嗯，刘老师他说现在黑棋要煎一个，煎一个，对，这个时候白棋很难办，可以你拿要办，吃下面的，上面人家长了一打吃连回去了，长完一打就完对，了。这长完一打连回去，黑棋毫无疑问这控上是领先的。对，这煎这个让白棋它没法补，这不太好走了，确实。是吧？你补一个这个再，然后关键还要这个，它补走那个要煎这个，对，对，它一打吃啊要煎这个，打吃完了之后，一定黑要棋要煎单这个，煎这烟儿煎这个，啊。对，煎这个呢就是说，它下一步不这个不交换，本来交换一下你这一步，你现在要走这个呢，我是不是吃在这儿？我是在这儿。更狠，上面一下出棋了，效率非常高。没错。这样的话，白棋可能要坏。对，那么这两个没走出来，没有这俩撬出狠这招步没走棋出来。是吗？他的实战那就是成就了白棋。他的实战呢？看看他的实战啊，就现在。现在这黑都是棋在读下的秒当是中，直接打吃，俗手，对，抢回来。他看起来这两个子俗是手。连上了，俗手，因为人家断的，他可以打两下，然后连啊，回去。他说眼见的是你断，是。我就夸夸夸，对，直接就直接一路打过来，再一冲，是，就回家了。但是这个是比较俗的俗手，不没有刚才那个那么有力，这只是眼见的一下，这就关键就出在这儿了。你这么一走呢，白棋下得好，看看白棋啊，白棋单挖，他要求做活呀，对，做在活这儿，是把这个吃了是吧？对，吃做掉，眼，他做眼就行了。打你对吃，他上面没有威胁，提掉，然后再再刺一刺一个，个，他挤你一个，他挤一下，对，这先手是，接上。对，这几道不几道区别很大呀。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呢想吃，但是吃不掉。如果说黑棋它粘这个呢，不，这中间是应该冲掉了吧？不止没事儿，啊，没冲它掉因为现在黑棋粘上，它可以做活，它这个团先手，然后啊。它这儿一粘先手，这儿有个双叫吃，它可以做眼，活是本它是身活，活的本身活啊。白棋只要是活的，那就好办多了。的。哦，本身是活的。对，它是活现的。在你要吃硬吃的还不好办。它不好吃这棋。你这个棋你要硬挤的，要吃的就得就不太好吃不的，好吃啊。你要不就跟他杀棋，不行，现在不 行，要跟他杀杀棋，气可能杀也不棋见黑得行，棋气不好像不见得不有见得意，够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。黑棋上面压了一下，压一个，这是也是想，如果你搬他这个先手，对，那就他就好我办要了，坐在这儿，那白棋就死光了，要坐在这儿，这现个在就死掉死了，了对呀。由于这个完了，这个不是先手了，这啊。不那行就了。是这是黑棋想出来的招，对，他觉得可能他觉得有这个强手，他所以才这么来的，对没他，有那个但柔是他软没性有的先细刺，算，没有对他细没算，有细算，来不及。这也读秒了。当但然，白棋白这个时候棋他先冲掉冲掉了，了，这时候冲掉。然后他团的是不一样他不给你这个先手，的，就是说是的。你再压，我再退。这个棋呢，就是说你这个中间吃不掉我，你怎么打都是你怎么打挣不掉我。刚好都没打掉，有没有办法？你看看。没有，怎么都是差一点儿，怎么都是过来之后就差反那正一你点挣不掉我之后啊，你转手这个地方就是毛病了。是的，这是毛病，这儿有个断，你只要挣不掉我，怎么挣不掉，对，横竖都是争不掉。我横们竖挣不掉，给你大家看摆一夹也下这夹个不地方，死。你反正是打吃，那对，只有接着打，这都一本道，没有可选的，只能这样。然后这一先断打，这一双双叫脚吃，吃你就完了，完了。这怎么都是差一点没吃掉，在这儿。他只有之前，现在都来不及了啊！对呀，现在都只走有不什动了。么之前呢？把这个长了，只有如果这儿交换了，只有一个机会啊！这儿长完，这儿打了，这儿这样才有可能性什么呢？这个夹只有这样，这样夹这样死了。夹死。那不行，这个好，我们回原啊。这个棋呢都来不及了，但一现在切都走不着了。来你不现及，在来不这及，上面这块棋没活呢。对，来不及了。这个地方大杀，这个地方，他没想到这么顽强，白棋要团一个。对，白棋团。
然后他靠了一下吧。啊，对，靠了一下，他还给他顽强冲断，粘这个，他说读秒没办法，自己气都不够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白棋粘这个了，对，是吧？白棋粘这先生，粘这个就把这个后面就全断念了。你要补了之后，我就要杀你了，嗯，补我要杀你，所以黑棋还是算了，黑棋补了一个啊，让白棋、这个、和平解决了啊，这个棋，你说白这个得到什么呢？啊，他先挤一下，对，他还先挤一下。哇，这个棋再断打，这个贴一个气这儿有断，还亏了，这白棋连木都全部给吞掉了。嗯，这个黑棋真的太失败了。对，杀的有点损失惨重，太失败。然后又在中间想办法，他尝了一下，尝一个，接上。啊。然后又跳了一个。那这个时候就没意思了，这个时候啊，嗯，被他这一冲。这个时候，白棋看清楚他要是抠这个呢，他小心赶快补这个就完了。我走在这儿，你反正两个断点，总有一个被我断掉。哎呀，这个太碎了，被我一个断掉就行了。这不行。他是走的这打吃、嗯，这已经接上，然后再顶一个。这个这就要命的，刚才您那个尖没有尖着，如果尖着了，不就冲过来了吗？这都不用说后面的事儿。他是走这个还是他贴这个？哎，嗯，他是加了一个。他刚才这个已经贴过了，跟他交换过了，这两个正好先手，然后单加这个，那就完了，嗯，这就完了，这个不是这个就碎了，这个就不是那个什么，完全就不在那个什么了。贴回来的时候他提劫呢，啊、黑棋这个没有找了个劫材，不用提劫了这个。然后呢，他提回来的时候呢，白棋就在这儿搬了一下。这个时候他一看这劫实在打不赢，中间连不上啊。这个时候我觉得停招。又给他一招也输了，甚至让黑棋下也输了，真的，我觉得让黑棋下他都输了。哦，哎，就是完全不是在那个什么了。嗯，这个后面下的他要疯掉了，这个棋怎么能这么下？怎么这么下会输掉？这里明明是有一个明显的机会的。尖，再尖这个就黑棋要赢。是的。如此这么走过来，你看多惨！走到最后，自身去忙着活，被弄个碎。破碎山河，对，不对的。不过我觉得，这盘棋呢，不管怎么说，双方还是表现的比较精彩。虽然说有一些很关键的招法是漏过了，但是表现还是挺出色的吧。最后呢，这盘棋就是顾子豪中盘胜了李东勋，对，拿到了这个新锐战的冠军，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第一个头衔吧。好，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